过后我发现呢，很多华裔同胞面对的问题都是土地的申请和用途，关于养鱼啊，或者农业，或者其他的用途。所以在华人农历新年的时候，有跟周大臣讨论说，如果我们要比较专注来解决这些问题，我建议给周大臣，他应该成立一个特别的工作小组，就是处理土地的问题。由达多马汉逊所领导的一个工作小组，主要呢就是来解决申请土地的问题。霹雳州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特别的小组来的，我也认为这个是重要，因为比较专注来解决课题的。没有呢，从我的经验呢，往往土地呢，你可以一直讲讲的，没有做的。因为土地牵涉到法律和一些技术上的问题，所以有时是非常艰难的。而往往同一块地呢，很多申请者，可以说很多已经申请很久了。所以我认为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，和符合首相整天讲以民为本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对的，没有错的。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小组来专注解决这个问题呢，我是怕这些问题可以拖5年10年的。